快点，没有了，这是最后一箱了，感谢你们，真的卖你们超便宜的。来，五百了，没有了。我要里面也要，来这边来，来三百，过来，进来，快快快快快，哦，你准备五百了。来，进来三百，哇哇，你快耶！又来，不是两件三百，我们上几件三件啊？来，喜欢的赶快。 最后一位老牛肉卤没有了，来三百块，最后几个人可以补了。这个给三百，没有了，给肉卤，来三百块，牛肉卤，刚刚买到了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还有，你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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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
爱讲话规矩，安尼好啊啦，我莫甲当作大车啊啦。我当作细车，我话即半袂使，人家一人买500块袂穿我，我今日穿我，我贪大我，我常常袂认三个人家车了钱嘛，要紧。三百号，你不用赶紧的来，赶快三个客人来。我要休息。这一盘就是三个，超过人数你不用担心，我后面很多家子。来300块啦，小姐姐在找你聊聊、哦。来，说白虾300块，一人一份，就是其他的拜拜板桥啦。这是要拜拜的那个板桥啊，抓起来啊。来300块啦，贵的价格。来300块啦，还能贵的没？我这边讲。说白虾三八。阿姐，一千打了没？打了。一千打。这里3份而已哦，你加3分的。来7个。虾子7个，双虾7个嘛。来，阿妹姐啊，逆生猪脚先，把里面两大呀，好好来，我先看哈。有这有人在摆，我先看看我先来看哈。来，一包200几块，逆生猪脚先，请假喝下来。你放包里啦，好不行。老妹姐来的包里4包，阿拉祝你慢住，你慢走，你忙住。你等于哦，我一只配重，啊下落就好了。你说伊卡空空高高唔好高落去啊？这咱卡卡卡大袂许无同款哦。嘿，这排数较大，而且哦，这本钱较粗哦。我同款上上来就来，你食面煮煮就出得来。伊卡空500块啊，500块来，应该是3个人计量，请你把这个来我发了。蜜汁猪脚圈只有1、2、3、4、5个客人，感谢，恭喜你们，就我来给优待哦，没错吧？7包，第三号来300块，300块来，面子完全请假好起来。我姐小姐的啊，我叫这两包三百就无得咧，其他都贵的，而且咧空间好些，要落价好些，你讲不讲单单吗？来，免500、400、300，来李亚罗来，个倒叫你来，个小伙子讲，来200来，一人4个客人，拿两份，来过来，几位同学，几位同学。来，小姐后面小姐要来，哎，这300块买不到了啦，我给侬请侬小伙来，你要得，给侬等等来，来，金卡哥你要过来，给侬，这是叫卖300啦，不是250啦，来，你要过来嘞，秘书朱小娟来，最后一位了，走啦，你要啦，来，你要我出去花粮，走啦，哎，这1包200，2包250，你们这想什么？来，进来，坐下嘞。解冻加热就好了，好，谢谢，没有了。来啊，上面煮起来，黑起来淡几嘞，那个要包平均才有发。哎，啊，是我抓两只给你，还是没有买都没有关系，不要那么赶。哦，大家来轮大来，你想去广东边的他们，提前买回来又来轮大货耶，你轮大不错吧？我今天就是要娃娃那种的，请假喝起来。大家好，都来，再来外墙这个行程，先把阿哥的条。他的神经还在动。对，我没有骗你们，这个是我的在觉得，我的重点不是卖你们，我卖你们可以。哦，万一把根筋讲起来，卖搞饼全部来，这里我们大金是中青叶饼家，来几两酒开1000块，我都1000块来，龙胆石斑，龙不是头，是宝。大家话酒多不快的人酒，大家都有照顾。该是叫啊，我一千。来，钱你莫紧的哈，这两大吼无俗，但是我尽量好，小可大家买着。
卖台是1800，一个啦，买一份两份，古仔你买来500块，500块来，龙岩石斑来，500块来，龙华号，来好，谢谢，来吧，现在买起来来，200块，来200块来，卖一下买200块都。你啦，你若要请较带钱，啊，收费害我，吼，啊无我无多一个，互你知影偌济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卖起来，来啦，八号你来，八号你来，十八号200就对啦，四号再请你14号，四号再送你。安尼18位，来20位，你做大工开了，来18位，来18位，赶紧来，18位，来18位，小姐要哦，来10位，来18位，来20位，来18位，来18号，干，工开了啊，早点钱啊，等下早点钱，来18号来这里，来16条，来20条，来16抓到八一样的，来2号来这里，来18号来八，其他，来18号来这里，来200块来，200块。来找到来，你找不到你来了，八号来，光光管了哦，八千啊，老板脸色怪怪的，好，谢谢你，你要讲他听到，来，阿哥过来，别讲三百，你都讲。这个是他，这个是他小小朋友的帽子，是他小孩的帽子。哦，弄下去，弄下去，一半啊，对吧？来，好，我不接来。来包你，免五百，来300好似包你，5包你，来2包你来，只要公筷来，这包你好似啊，但是拢起价啊，我赶快做做啊，料理起来啊。来，这煎饼车啊，煮饭就能吃的非常好吃，非常方便。来300块来，不包过来就包个小鱼来，包鱼了，包了，来300块来，再多少的来？来包鱼300块来，够啊，做快来包鱼，好不好？来300喽，卡紧嘞啊，这样子千万不啊。你啊，加酒，我加冷壶的。哦，给完再走，不要再走。在哪？等一下。来，老包，老包，老包。来一份。来，再来一份。我东西还没给你啊。哎，谁没有来？赶快。OK， 李姐。两个。OK。今天怎么办？哎呦，我讲完这里升级啊！我多爱你啊！来，春山啊，都讲完了啊！刚才是谁说要讲完的？对啊，春山一包啊！我为了给又给我人带两包，来最后三个人给7号来讲完，来100块，春山人给两块来讲完，都够了。来7号，来边小姐给你十块给了，来，来7号来，谢谢4个，来最后一位了。来阿妹讲大乐牌来，你是讲做这艺术工艺啊？阿妹阿妹点嘛，这两片呢？伊讲这个也无人搞袂两片，是人家我点的，我同我来情况，我本来要一千蚊，所以吼你搞。也要顺服。来，阿妹讲在现场，我跟你们讲哦，今天的大乐牌是最后一次了。到大二排下礼拜才看得到的，好，你把你个看来对了啊，对吧？我今天拜那边多一个过来，我那边两边大二排的，一个今天拜那菩萨，你那五个大二排都归你，对吧？来，几人几对？没过吧？没七八，这样可以几对？来300号啊，哥，超好吃的大二排，来300号，来那个几对？来几对？我来讲啊，听好啊，你先给钱，我不会客气啊，先给钱哦。来500的。来先找。对。我帮你开，帮你开。来1000的。来先找。这个用煎的可以吗？我只能用汤的啦，好香气大锅啊，用煎的当然可以啊。我们买一下，这几件好件，对不对？快弄啊，存两斤了啊！来，小姐，有没有要两只的？下一只啊、哦！来六个。我跟你们讲啊、哦，我先跟大家预告啊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这边嘛是卖300，后礼拜我嘛是卖300，但是后礼拜毕竟得我挂点小款。后礼拜卖300，我今天就上。明天有在卖吗？明天有啊，明天有。明天礼拜天也有。今天我没提啊，我等，因为下礼拜要大一点点，所以我得先讲我，哎，我今天摆面料，你不会吃亏的，所以我得你吃亏。来，刚刚拿
这个大肋排很好吃，你有吃过吗？数量齐，你有吃过？来，都下边，手白香的来，手白香，刚才谁买的？很好啦，来，先生，第二次，第二次，沙巴，沙巴，沙巴。上班拿点地大，不点两下就算了，地大鱼啊，才出钱，对不对？对，沙巴。来，你烤个变变，你这样子烧的。对，那是熟虾。你有吃过？是哦。你有买过、哦、超级好吃哦，是哦，不是我说的啊，朱良奇说的啊，我没有业配啊，是朱良奇啊，朱良奇不是我们请的啊。如果、哦、他没有，如果他是我们的业配，如果他或是他讲的话是假的哈、哦，那个他的名字改成马良奇。丁哥早，丁哥下午好。你快点，卡车都卡包起来了。卡车我包起来。卡车包起来，应该是。来一个两粒，两四片包起来，应该是。我今天五百，你无得买这四片包。哎，看卡车包起来，我嘛无啥会记得。这个可以线上买吗？明天进事务有安表吗？那个，你跟他点餐，你跟他点菜就会拿去了。如果跟他点的话，他就会拿过去了。你这样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这样问我，我不知道。可以线上买吗？可以宅配。你可以跟加他们的 LINE 宅配哦。我请客，好，谢谢大家来，来喝完回家，拜拜，好。
分啊。爆浆虾的虾，在这里面比较换。跟我讲没关系，你来炒跟我讲，我这边要记住，爆浆虾跟灰心哈。准备做啊哈，来，大家看下哈。就宝贝来了，是在是维持讲嘛，他不大知道。哦，但是吼、哦，这厂商吼，可别上好咱公司啦。我冒开钱嘛，比我回过十个人做生意哦，出侪人侪拢十礼拜来，有诶几两礼拜来一撮，有诶三个月来一撮，有诶十礼拜拢来。啊，第一个老板陆秋杰，十礼拜来拢来。我回过十个，应该是剩下十二啦，一盒两斤重。我若一克卖六百，算行情对。一克啊，我已经上市面，市价五十万，来这啊，一克啊五百块。我讲五百吼，你十比买袂少，但是我讲要比五百较少，我要回馈袂少，大家吼，看无起，来买六百，买五百。我讲完有拿 ，OK OK， 哦，吓死我了，我好怕你没拿到。五百二，五百二，你五百块来，准备进来进。从白车爆浆车，一车三百，两车五百，小家姐的房间，等下我有哪，你上来买你叫。爆浆虾嘞。我给你压喽，这两大只虾等一下来250就好了。小虾给你泡香虾，没关系，没有也没关系啦。好了，刚刚是三百块，我给你压喽。我给你别笑，别笑啦，来啦，你要我走了。我给，泡香虾解冻就能吃了，非常好吃，不便宜。来，你都没两片哈，你见啊，吃晒啊吼，咱阿爷啊，咱阿爸我给了报销了。这个是个人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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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，来，阿咧从三下，好啦，从几千的，就不要多钱了，来，都拿到了没有？爆浆虾，来，这边两下哈，公斤这边几下哈，六六六，多些啊，以前不跟关系啊，最后一盒了，来250，不要，我看人家笑，不要，不要我这样子让给我，不可能卖你250的，来，这两位哈，这是两斤单哦。一斤重量一样，一斤重量一样，一斤重量一样。把一百万的分多少？拿来玩一头。来，二，阿叔你讲到位，哎，有位咱几个好玩，哎，有位出去两个滑龙门。听到哦，那是两斤重的哦，那两斤重的，那个也快没了。你家老阿发财了，再来我一家老位，一百万好个金小脚，金小脚。肉量超多了，重量翻了，我估计他来鲑鱼要吃下去。那鲑鱼啊，这不是小的哦，这是顶级鲑鱼哦，它的厚度够哦，它是餐厅才用的哦，一片就160了。来面酱好吧，好啊，那鲑鱼这个不用考虑的，我叫他卖。够了，因为我真的那是直接拿来干的。对，来我爸红酒前面的鲑鱼500块，谁要吃鲑鱼？来我爸。我的，一条鱼吃，一条鱼一包，我你吃一个蛋，一个人可以吃多。来五百块来鲑鱼，七条鱼500块，哇哈鲑鱼，呵呵呵，就好是鲑啊，搞咩鲑鱼，我无会啊，都平足。啊，鸡胸先平啦，你鸡胸来等足久啊你。来，阿你吃灰鲑来，送你四条盘来，一盒108块。你外口哦，大卖场那边来200块，你不要哩。今天放没多少钱，新年快乐！来三盒给你煮火锅，哦，煮粥煮面都可以加，一盒66块。来，上面100块钱，我卖你300块，赶快来200块中面现场来，这个很方便的、啊，你煮火锅啊，这个已经熟了，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来200块两片，来200块里面我不给你200块，来200块，哎，剩3盒给你好不好？中面现场买来200块。三盒给你，200块拢中完啊！200块，对啊。我准备得啦，他最后说知道啦。没错，是啊。没差，拢好价，没差，你价好价。来，他就分几包啦，购买来抓来。我这两包，来抓购买上面来，购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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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几嘞。
贡丸，台湾没有贡丸吗？对，其实啊，贡丸是这边的。哎，贡丸上面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啊，是我没写啊，看我有没有记啊。来好，阿叔要吃哪位？你讲来。要我要吃来，我不给钱来了，我有帝王蟹放好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中央包外面真的卖199啊，来两包哈、哦，给你，我盖起啊，有我盖起啊，就直接喝起来。光子软条，两包七八，我今天我无卖七八，我九十块我就要十块啊。加热就好了，加热就好了。你没做好，你没做好包，你没做好猪扒饼。你这个是不然小家庭哦，吃欢喜的，两包四百块，未到两块，再到啊，直接上可以来300块啊，都。水果鸡汤来300块，真的要买，这个不可能两包300啦。太贵了，扒饼扒饼，你要搞得这没完的不啦？这个只有两个礼拜的量而已，这两个礼拜过了。就没有这个价钱卖你了，来三百块啊，都，真正好起来了。